天，哎呦我的天，我这个嘴唇真的好难看，肿的好严重。现在再也不要拿着电脑看视频，整个砸下来，哦，好痛苦。我真的觉得现在我没有很好看，就是刘海被剪坏了。嗯，那个臭家伙剪的。嗯，你自己说剪的好。当时觉得好，现在不觉得呀，对吧？嗯，下不来，要去超市买东西，可是我们现在叫不到车，太可怜了。住在村里面就是这样，外面天气真的好好，然后赶紧出去玩。现在的话是终于叫到车了，我们今天要出去买菜，买生活用品，我现在要记得要去买酸奶，好久没喝到酸奶了。还有什么要买的呢？暂时不太想得起来。你怎么这么慢？出发，这边吗？哦，开心，出门了。到了，我们要来看乐高了。现在到的是 Target， 王静特别爱收集乐高，然后尤其是漫威系列的，家里摆了一堆了，可是他还是要买。都在这边吧。You try to play your games, but you don't play fair. I would have sang to you and played with your hair. Oh, but you didn't want forever. You just want that pleasure. 上架了。我们上周末才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已经拼好了，好厉害！你买了？那我们现在去，买衣架，还有水果，我们到另外一家超市去买吧。因为我和王静同学都不怎么会做饭，我们就选那种它有做好的料的，就比较便宜的，然后直接煮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吃的。可是我们上次不是刚吃了鸡胸肉，不是家里还有？猜猜我在 Target 里面遇到了谁？ Hello， 我们等下准备去 Trader Joe's 买菜，你们来。我去吃火锅了，真的。去学校正对的家吗？对。Say hi。Hello。好吧，我要去买单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当然不是我做饭，是王清做饭。哎，奇怪，哦，开始了。我们刚才也搜索完冰箱啦，你买了这个翼龙火腿肠，然后我
我喜欢吃的草莓，跟什么？有四种，还有面膜。不要我吧，好疼。真的呢？哎，干嘛？能不能配合我一点？土豆番茄，还有胡萝卜，那放鸡蛋了。好吧，哎呀，踩到垃圾了。看我帅气的男朋友，切菜。好啦，我也要帮手了。哦，你好可爱哦。